我是哪来一个五颜六色的小女孩啊？黄老师，哎，嗨，你好呀！哎，你干活好厉害啊！ 是小欧，这个是小欧，那个是黑的，这是小欧。好胖呀！对，小欧比较胖。哦，那还有一只。对，那边还有一只小 H。对，还有一个小 H。它在吻我。好大声的起床歌，是多难叫啊！还没断。 哇，感觉不一样了，这啥情况？没看头，有没有兴趣投资我们五金铺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拜拜，拜拜！你们全走是吧？<笑>有人吗？哎，能不能迎接一下？哎呀，没想到有这么长的一段沙地呀、啊！刘老师，欢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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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真有一种。 你同学们马上就要到了，赶紧抓紧时间呀！对对对，我这安静啊，太安静了。清晨5点，我们来看看海量。哎。 你看一点日出，嗯，可以。海上日出。哎，好嘞，哎呀，搞定了。让你的心慢下来了，你能体会到生命中每一个。 就是时间就仿佛就拉长了，嗯，所以你就会更体会身边的这些东西。对，然后他们说话，他和刘老师说话，你都能听见。他们在偶尔你去插一句，参与一下，但是你就觉得那种日子一下就慢下来。其实那个就是过日子。谢谢刘老师，回去见，回去见啊！辛苦您，谢谢你，辛苦您。